南姐，南姐，我还没看完呢，你不要强迫，行不行？好啊，南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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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第七集，当你年少时，别人家的孩子真争气。我是谁？我在哪儿？中考，我是不是考过了？我不是考过吗？愣着干嘛？所以 sin 四十五度是多少？啊？二分之根号二啊！你怎么突然在这里啊？你妈叫我一起来补课的呀，说萧然一只羊也是赶，两只羊也是放。别打岔。所以 tangen 四十五度是多少？一。那 tangen 九十度是多少？一。零。根号三。tangen 九十度不存在。你想不想考天中啊？你想想看，这么努力是为了谁？为了谁？为了谁？远在天边，近在我眼前。向南，向南，为了你，为了你，我。我变成狼人模样，为了你我还忍着疯狂了呢。睡得挺香的，还唱起歌来了。昨晚干嘛去了？嗯，后面站着去。眼看就要暑假了，我知道同学们有些松懈了。周末综合训练五套卷子全部写完。啊什么啊啊！一个个的，周末是用来干嘛的？周末就是用来查漏补缺的。我再多说两句啊，你们呢不要觉得让你们多做些题就跟害你们似的，你们要明白一个道理：平时多流汗。暂时少流血，不然期末成绩拿什么出来？说，林涛，我话说完了吗？啊！各位组长，我拜托拜托您上点心好吗？啊，考进天中又不是上了保险，三年一晃眼就过去了。如果不努力，同样考不上大学。我苦口婆心在这儿说那么多，为了什么？不就是为了你们能考上好的大学？我再多说两句啊。他多说了好多句。别理我，我已经老死在老蔡的拖堂上了。安息吧，别诈尸。快收拾东西吧，不是说晚上要去瑞哥家看电影吗？不急，先等向南。走吧。放假又不是不念，你拿多东西干什么？眼看就要期末考试了，这回我绝对要赢，舍得一身管，要把第一拉下。你看，复习进度表我都做好了，从今天开始到期末，每天严格执行。我跟你说，你可要警惕了。你这也太刻板了吧，一点弹性都没有。谁说没有啊？你看，我光设置了进度，没有设置时间，这样一旦有了特殊安排，
比如今天晚上要看电影，那你怎么办？那我就只要少睡那么几个小时，补上就好了。哪里好？你还不如不去看。看还是要看的，补也是要补。一切困难都是暂时的，都是可以克服的。这回我绝对要赢。你能不能别总拿我当科研目标去克服啊？这才是竞技的魅力啊！超越挑战，永不放弃。那我放弃？我放弃总成了吧？我都十班了，你还担心什么？你可不能放弃，不是都说好了，你在哪儿都一样吗？骗你。那十班跟一班真的有差？嗯。作业减半，快乐分分。那化学蔡老师给你们留了几张考卷？两张。真的假的？42寸的大屏幕，这充满科技感的曲线，这鲜艳的色彩感，这一屏的噪点都能被你看出花儿来。瑞哥，好了吗？我来。这位啊，那算了。哎，别走。来，吃水果。谢谢叔叔，谢谢叔叔。不回去了，咱俩挤一挤啊！我也一起，我也一起。楠楠，你明天体训几点结束？10点左右吧，对吧？要不要去逛街？中午去吃麻辣烫吧。明天10点我去你家等你。你妈说了，让我跟你一起补一下英语。走。你这个叛徒！他给你什么好处了？这不仅仅是一顿糖醋排骨的问题，超越挑战。补补补！补天我都跟你补，你先别上头啊，这些开心的话留给明天再讲。那走了啊，拜拜。哎，你们知道吗？大力下到了泰坦尼克号，要过来一起看呀，这42寸的大屏幕。行啊，笑然不刚好也想再看一遍。No, 这个可不能跟他们一起看。大力搞到的是未删减版本。Jack， 未删减版本。宝贝奶奶，你看爸给你带什么好吃的？烤鸡翅。我亲爱的父亲，下次进你宝贝奶奶的房间，能不能先叫门？他马上就要期末考试了，难得静心来学习，你就别再打扰他了。这鸡翅明天早上妈在锅油给你炸一下啊，你继续学。今天差不多了，正好测个100米。最近某些成绩很不理想的同学，注意啊！
这次不合格的加跑10圈。 还行吗？我不太行，迟到被罚10圈，外面又罚10圈，我回来再画画。楠楠，我觉得你可以做一个错题本。他用不着，他的练习册跟错题本没差别，基本错一本。 林超，今天没力气打你。哎呀，给你这个。呀，吃上的小心，真随你挤啊。你别教坏我弟弟。这，你怎么也在这里？故意说我可以来的。他说笑然一只羊也是赶，两只羊也是放。这句话怎么这么耳熟？ 做的，小小，我决定要考天中了。你终于想通了，你怎么会突然想考天中了呢？瑞哥上天中了呀？啊，我是说，连他都上天中了，他那点分数，估计是他妈妈。你跟陈海，明年也一定能考上天中。 现有的师资力量对比，我们的竞赛不公平。这些呢，都是我为你精挑细选的练习题。只要你每天每科额外做2套，我们就能回到同一起跑线上了。你有毛病啊你！大晚上四床明宅，你给我送卷子？你怎么进来了？翻墙？这些都不重要，做题比较重要。你是我最重要的对手，你的精神状态更重要。谢谢。 送你出去更重要。行，那你记得做题啊，查缺、查缺补漏，无缺强删减题啊。滚！陈海，醒醒，醒醒，先别睡了。 又怎么了？
当初你去十班的时候是怎么跟我保证的？啊？要不是刚校人告诉我，我都不知道。快乐翻番是吧？啊？张萧然，你打起精神来！不做完题，不许睡觉。认真点儿。这件事绝对保密，保密。你放心，这是男人的承诺。先借我听听。我下节课就体训了，到时候你随便听。老师来了，老师。老师哪儿了？是吧，老陈哪儿呢？向南，你在干嘛呢？给我拿着书到后面站着。磨蹭什么呢？啊？哦。咬牙了。钢铁般的意志，男人的承诺，我来守护。收工了，不打了。不是不报，时候未到。萧然同学，看书呢，专门给你打的。你就没什么想说的吗？谢谢。你，算了算了，抓紧先吃，我去做题。一项不合格加跑十圈，
等我呢。喝哥项目太多，还跑太多，大腿有点抽筋。你怎么还没回去啊？不会是在等我吧？哦，不是，刚才最后一节课是物理课，睡过头了。哦，那我跟你一起回家吧。你等我一下啊，我上去取个包。哎，你等着，我去取。哦。好的，妈。下雨了。嗯，下雨了。哦，对了，我有伞。好像忘带了，好烦啊！这个，听歌吗？这什么呢？我看看啊，有周杰伦的，张韶涵的，还有王心凌的，都可以。一直都觉得你跟别人不一样。你六岁就能扛50斤大米，你有天赋，你可以的。有吗？有这么多吗？嗯。都记住些什么呀？你体力好，爆发力也不错，我觉得是训练方法出问题了。这样，以后课外时间，我帮你训练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呢。走吧，回家。好。为了你，我变成盲人模样；为了你，染上了疯狂。
听了。韦萧然，我期末之前跟你一起复习。真的？快，太慢了。加速，加速，加速。把肩打开，然后不要撅屁股啊，然后站直，然后一。老规矩啊，一项不合格，加跑十圈。个别同学估计有心理准备了啊。全不合格，老师，再见。气氛刚刚好。你拆弹的？你不懂，这可是赌上我男人的承诺，九死一生才换。别废话了，抓紧时间。口在哪呢？要不我来。哎，不用。欧了。收。收。收。电池松。敲两下。收弹。他怎么又来了？哎，别慌，我锁门了。对对对，没事没事，我也锁了。大白天你拉什么窗帘？你干什么呢？啊，汤，你不对劲，你干什么呢？就这。看个泰坦尼克都神经兮兮的，一起干，来！一起看，我还是觉得不合适吧。这有什么不合适的？我期末科科都及格了，我现在干什么都合适，是吧，萧然？萧然看起来没有心情看啊，要不你们俩出去玩去？他才最需要看。你又考了个第一，这萧然状态收都收不住了。都看着，放轻松。来，要不我就要死一起死。啊？啊！要看一起看。完了，这下死定了。怎么还是删减版？
超了我20，不应该啊。每天都给我塞那么多题，多做了800题，亏你才怪。数学考卷最后2道附加题，明明超纲呀，你怎么做出来的？你送我的那些练习题吧，跟押题卷一模一样，小数点儿都没有。哎，瞧瞧。您先出去一下好吗？放假了还做题呢，冲还给你冲的果机啊！啊，这家伙真给你冲，不给我冲！睡醒了？好渴，有喝的吗？你干嘛不自己去送啊？嗯哼，没有了竞技状态护体，时候一到，一切全报。林超玉成海，这次不是熬夜熬的了吧？想起现在的你，恰逢蝉鸣随风而起，回忆揉着严肃心，才混着薄荷味道的夏季。也许会在未来某个时刻里，想起那天夜里，风悄然将繁星吹熄，是什么不知所起，却偷偷埋下了伏笔，是关于你。于是岁月就这样播撒着青春的芽，悠然吻过她懵懂的脸颊，如梦一场，映着少年眼中的光。亲爱的你，多想拥抱这样的你，无惧又无虑的你，慵懒又勇敢的你，跌跌撞撞的不聪明。亲爱的你，感谢有过这样的你，曾经光满的背影，伴着分离的呼吸，那喊出的一字一句，我都没忘记。我相信青春若有轨迹，终点一定是。